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三月二十六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在今年一月正式启用以后，已经成为永康重要的景点。现主席在图书馆边的月之声公园，马文刚上午正式启用，配合四月份的儿童乐读月，要让大人跟囡仔拢会当去图书馆享受阅读的趣味。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新总馆，对一月份启用到现在，每一天拢吸引真侪民众前往，已经是永康地区重要的景点。市府文化局为了提供更加丰富的环境，也将图书馆边仔的空地整理成为一个大型的公园。这个叫做月之声的公园，占地1.9公顷，除了有共融式的游戏场，也提供了空旷的草皮。这个公园在26号上午正式来启用，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见证。会中市长也亲自量绘本，给现场的小朋友展现亲切的一面。今天我想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抱着年轻的心情，来到我们东桥的市立总图隔壁的这个月之声公园的启用。这个地方，这个公园总共占地1.9公顷，是在这个金华区里面哈，在我们总图的以及大桥从化区里面的旁边，作为一个社区，作为总图，作为一个地方的一个好的公园。我想这边大家来总图做静态的阅读，或是说来看许多影音的东西之后，如果想要舒展身心、舒展筋骨的话，就出来总图，这边就是公园，就可以好好的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走走跳跳来舒展身心来吹吹凉风。同时配合四月份将要来搞的儿童阅读月，文化局安排了一系列阅读相关的活动，邀请市民朋友这回来享受阅读。那在4月2号到4月4号连续假期当中，那我们市总图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户外的，包括室内的，那有亲子 DIY 的，有小朋友喜欢的儿童剧，那也有一些魔术的表演，那也有一些音乐DIY 的一些活动，那包括我们的城市造咖也有小小厨师的这些活动，那都是最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的这些相关的阅读系列的活动。启用东港文化局也邀请了幼稚园的小朋友共同来体验这全新的设施，会使看到小朋友拢耍到非常的欢喜，爸爸妈妈也拢真安心看小朋友在佚佗。这个新公园的启用嘛，让家长更加愿意带小朋友来图书馆看册甲佚佗。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公园，它的设施跟其他的公园设施不太一样，我觉得它安全性感觉还蛮好的。对，因为它这边的一些，它的那个材质感觉不是像一般那种公园的塑胶那种材质，所以我觉得应该安全性高一些，所以以后应该有机会就是会带小朋友来这边玩，然后也会有机会的话就是来参观一下这边的图书馆，因为没有来过。其实图书馆除了馆内空间有丰富的阅读区，加上现在新启用的月之声公园，官方也欢迎家长带小朋友做伙来行行的，加上四月初的连假，图书馆嘛无休困。大小朋友也可以趁机会来享受室内室外的亲子空间。但新闻国博以采访不得。开完国小边仔，就是自来水公司旧的宿舍空地，因为长期爬风成为垃圾甲治安的死角，加上学校伫个巷仔内出入停车拢无方便，所以地方向立委陈廷辉申请，上午相关单位会勘，最后自来水公司答应，先予地方利用做停车场。靠近开曼国小边仔这片爬远的空地，就是自来水公司过去的宿舍。对民国100年员工搬走以后，就一直空伫遐。因为学校停车空间不足，地方希望利用开辟成停车场，所以积极向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申请，提出相关单位到场会勘。自来水公司答应先将这片853平方公尺空地，无想交由公所来协助利用。不做地上物，就整地做停车场。
在开元国小旁边这一块空地，自来水公司的空地其实已经荒废很久哈。那其实包含里长跟学校其实都一直希望说这个地方可以整理出来，让大家来做停车的使用。我想对附近的停车问题是一个大大的改善哈。所以今天非常感谢陈廷飞委员也邀集水公司，然后还有相关单位一起来现刊哈。那目前确立的这个方向哈，其实就是朝未来希望能够朝停车场的方式来规划。那也希望说包括学校啦、里啦、区公所能够协调出一个管理的机制跟方式，那期待未来这个地方很快可以成为附近民众停车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改善附近停车的问题。是我们公司的这块土地哈，在我们没有活化以前哦，而且后续会做活化了哈。那还没有正式活化以前的话，我们就让我们区公所来认养，好做一些学校的一些停车使用啊，好让学校的比如说学员的接送啊哈。或是老师要停车各方面哈，会比较方便，而也对你的这边，的环境哈，会有一些帮助这样。据我了解，因为学校伫下来登记以来，家长接送停车不足，嘛影响学生交通安全，加上空地若无好好管理，对环境卫生拢是真大影响。即摆自来水公司伫业内活化空间进程，先交由地方管理，跨出双赢的第一步。但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李伟陈廷辉表示，虽然台水有意将旱地空间活化再利用，不过要兴建商业大楼或者是文化创意园区，这项一直无下落，所以日后一定会要求台水在活化开发计划进行，先交予地方来利用管理，创造双赢。据我了解，这片原自来水公司的开源宿舍和办公厅舍占地总共2800多平方公尺。十年前无使用以后，每一栋自来水公司都需要编列地价税、清洁费等将近100万的维修费用。毛地方里长一直期待会当活化再利用。同时，李伟陈廷辉为了节省人民血汗钱，持续监督，要求国营事业一定要加速活化。特别在铁路地下化以后，就是上好的契机。这里如果能够透过立委的协助关心，那能够做无偿的认养，那我们先把这一块的环境做一个整理。那我想这是一个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好的起步，那做一个改善。然后可不可以就是借这样子的话，其他两个地方能够获得自来水公司的一个首肯，尽快的，不管他是要做办公大楼，或者是说招商有一些。这个厂商能够进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自来水公司哈，这周边他们有很多的土地，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招商的状况都不佳。那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会认为在我们北区的东线这里，好像人口一直老化。但是他现在的契机就是在于铁路地下化之后，铁路地下化了后，才变成是黄金地段，因为所有的一个衔接点就会变成是门面都出来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自来水公司大概每年都花在这个所谓的维护费用都花费了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说如果他没有用到，其实有一些空地应该就是优先先让地方来使用，然后解决地方这种拥挤的状况。那未来如果要使用铁路地下化完之后，它被使用率一定会增高，它要招商一定会有比较有机会。对此，自来水公司第六区管理处表示，其实目前第八区沿空有部分的空地已经活化成功，对着开办国小者，因为占地较大，相对招商困难。我们这边已经在规划在活化了，是大概哪些方向？就是比如说卖场啊，或是嘿这边有人要有些在询问的哦，他们做卖场哦，后续还有更长远的，可能会往河建方向了哦，因为这边会变成一个精华区嘛哈，哎、哦、那是比较长远的啦哦，如果中短期的话，包括停车场也可以啊哦，又那个收费停车场啊，台南铁路地下化以后，当地路桥拆除，整个环境和景观将完全无同。马基台高是这片精华区，将是厂商进驻开发的上好时机。台南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会今年参加全国羽场杯软式网球锦标赛，拿下7座冠军，顶顶的好成绩。
议长郭新良表示，因为有多位议员无顺利受伤，无法度客下十七连败的总冠军，感觉可惜。不过，所有队员的努力和辛苦，值得予因上大的肯定。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比赛，但是比赛进程，议长郭新良带头要冲十七连败总冠军。不过赛程当中，因为气温无好，加上落雨，但是这位议员拢无小心受伤，并无顾及抱走总冠军。其中议员台顶的大头帽受伤，第一时间也喷火。这一次我们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议会的议长杯网球比赛哈，那我想怡真这一次哈，其实很不小心在比赛前两天哈，刚好把手自己哈那个下车急着要跑行程，把自己的手夹伤了哈，那当场就喷血，指甲就裂开哈，那但是经过包扎之后，其实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最担心的就是影响打球哈，因为其实这个是右手哈，那我的队友们就说。那你要夹也夹左手，干嘛夹右手？会影响比赛哦。那没有办法，但是因为我们有团体赛，也有个人赛哈。为了不影响我的队友的成绩，所以我还是得负伤下去比赛哈。那还好，我想我的队友也都很帮忙哈。所以我们虽然手受伤，那还是顺利的把比赛完成哈。另外，队长创传为了救球，骨头、脚手拢擦伤，队长郭信良嘛拼甲脚附近扭着，后来拢无多行。上严重就是议员周丽珍的脚膊转掉，紧急后送病院。不过担任队长的创传加议长郭信良回想这摆比赛，所有队员的努力加拼头，值得肯定，也感谢市民关心。这次哈、哦，很多伤兵上战场，包括陈怡贞议员啊，他的拇指哈、哦、受伤，他还仍然抱伤上去打球哈、哦。那包括这个我自己为了抢救球，翻滚擦伤膝盖哈、哦，手都受伤，也让我们把它打到最后一天结束。这次因为我们的伤兵是比较多了。那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呢，场地有点湿滑，那我们自己也有点不小心，而且加上我们的圈应也不佳，但是我们整体起来哈，啊，所有的职员工还有我们的议员都很认真，也很拼呢、啊，都是从早上打到晚上，那甚至到第二天已经比赛到八点多才分出胜负，那我们几乎九项比赛我们囊括了七项的啊冠军。那其他两项，因为我们团体的关系呢，牵运不佳，所以才亚军。那整体的成绩我已经很棒了。今年台企会参与全国羽球杯两式网球比赛，虽然甲总冠军无缘，不过有缘有亚军。其他羽球甲羽丸台顶的组合则是冠军，羽丸台顶甲秘书长的配合嘛，摕下冠军，值得掌声鼓励。台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下款一个马上回来的新闻现场。华盛基金会安南一站在地服务十六年，长期陪伴300多位孤苦无依的长辈。为了感谢各界支持，特别举办感恩大会。局长郭信良亲身出席，除了肯定基金会对弱势长辈照顾以外，阁特别赞助50,000元的长辈照顾经费。春天是百花齐开的季节，真侪家庭拢会规划出游，放松身心。但对着弱势长辈来讲，出门是一件无容易的代志。好佳哉，华山基金会每年春天拢会规划带长辈前往户外踏青，但近来因为疫情的缘故，基金会已经有两冬的时间无办理春季旅游。华山安南一站为了让长辈有一个难忘的回忆，特别在十二周年感恩大会上办理穿和服画樱花的活动。我很高兴，我第一次拄到，第一次穿安尼啦。出名人生中就是今仔第一摆对啦，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已经两年取消春季旅游的活动了。那长辈其实是非常期待能够到户外走一走。那今天借着感恩茶会的活动，然后邀请长辈，然后一起来穿和服，然后画樱花树，然后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徜徉在想象走到郊外赏花的一个乐趣这样子。以长郭信良也特别来到现场关心长辈，并送给基金会50,000元的照顾经费，表达支持。你们这个都是做义工的，那我代表台南市议会，非常的高兴你们这种行为。那我会抛砖引玉，那我就回去呢，请我们的议会呢，来去哪一位清明佳节到了哈，那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华山的基金会50,000元的基金呢。来注入我们的谢谢议长。华山基金会在全国总共有400个爱心站，服务将近30,000名长辈，免费为弱势长辈提供关怀方式、陪同就医、物资发送、年节关怀等服务，也希望社会上有能力、有爱心的人，会当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艺术家杨明忠结合文学家王美霞、陶艺艺术家陈明龙共同发起，希望会当成立台江国际艺术村。筹备座谈会有多位艺术家甲艺术的支持者共同出席，市长甲文化局长也参与讨论，咱做伙来了解。30年前开始伫7-10分社区生活的艺术家杨明忠，为了让更加侪人看到这片土地的水。持续在伊的工作室举办艺文体验，甲各种的活动，为台江地区带来丰富的艺文能量。过程当中，也甲艺术家陈明龙、文学家王美霞产生共同的理念，希望将这个地区打造成为台江的国际艺术村。打造生态友善的工作室，目前已经有10位的艺术家进驻，希望慢慢来拓展这个区域的资源。25号下午，3位发起人也特别召开台江国际艺术村的筹备座谈会。邀请艺术家甲艺文活动的赞助者共同来进行讨论。这届也特别邀请市长魏条甲文化局长叶泽山出席。会中发起人也趁机会向市长陈情，表达因的烦恼，保存他们的生态生活以及他们的故事的可能。如果假设呢，他侵略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首先侵略到的不是一个艺术的园区，甚至可能是一个学校的园区的时候，我认为他可能必须要慎重考虑。因此呢，其实在讲艺术村的远景的时候，我们不想要去谈论更多，但我们今天想要所表达诉求很简单。第一个是这个地方应该已经努力那么多年，也是我们可以成为台南骄傲国际平台的一个艺术特区。如果它可以成为艺术特区的话，大家有个共识，会凝结大家很多的力量，出名都是善良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讯息很清楚的释放给他们，说留一片艺术与人文生态的空间给我们。所以因此呢，这是我想今天比较清楚的一个诉求。那我想呢，今天我们最后报告完之后，我们可以请那也要筹设这个年份地带文学文化馆，好，文化中心。那这个地方也还在找。那至于老师您说已经在十份这个地方已经生根了，而且已经有很好的成就了，要把这个成就扩大为这个艺术村，那基本上我们是尊重。那但是这个艺术村的范围多大，要艺术特区要怎么样特区法，要做怎么样的跟地方上能够融入，好，因为地方上很多都是渔民，好，他们的养殖的渔业，好，他们的一个做法，当然各位提出很多想法跟做法，那我们都会把它记录起来。这个国际艺术村的计划未来也将会持续规划亲子教学、读书会、音乐、艺术家交流等丰富的活动，期待为这个地区带来完全不同的活力。除了希望对艺文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多加来注意，同时也期待民间的企业和政府会使全力来支持。但新闻国博义采访不得。随着天气渐渐变热，台南市政府提早进行天狗日防疫工作。市长26号出席在永康举办的天狗日防治世事大会，除了展现防治天狗日的决心，更加率队走入人群，向民众做宣导。防治天狗日，大家做伙来！
三月到九月是天狗日流行的季节。最近调查全台南市600多例，其中大约有30例的白眉蚊指数偏高，因此市府相关单位特别办理天狗日防治誓师大会，展现对抗白眉蚊的决心，并呼吁全体市民要保持环境的清洁，注意清除居家内外积水容器，防止白眉蚊的滋生。在台南市有30个例，哦，这个并没有。这个幼儿童染疫超过250，所以呢，没有造成疫情，但是我们要努力来清除滋生源，我们都是非常戒慎恐惧的。这个数字在其他的地方来讲，在其他县市来讲，也许没什么，但是我们都是要绷紧神经。所以今天特别来到永康，其实永康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要特别竖起耳朵，特别注意哦，睁大眼睛，特别了解。这个冰梅蚊登革热的疫情，那因为现在才3月哦，那接下来进入雨季，那接下来进入夏天，天气热，常下雨，闷热潮湿，所以这是登革热，冰梅蚊容易滋生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气候条件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在天狗日誓师大会后，市长王伟特率领环保局、卫生局以及环境志工，前往永康区各里以及市场，展开天狗日防疫卫教宣导，并清除积水容器。也因为近来水情紧张，在溪仔发现空地菜园拢有较侪囤水容器，环保局嘛提醒市民，若有囤水，一定要加挂。今年呢，虽然缺水，但是呢，民众呢难免还是会在生活当中会有忘记的哪些，比如说容器啊，忘了把人家倒掉等等。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提醒市民朋友，该清的清，该倒的倒，这样子呢才不会造成有这些结节滋生的问题。台南市防治天狗日，除了呼吁民众要落实清毒滋生源，同时嘛借由科技的力量，在人口密度高的区里设置幼软筒。检测户外环境中白眉蚊的密度，同时执行化学防治，要将发生天狗日疫情的可能降到上低。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台湾的忧郁症患者超过100万人，不过就医治疗的比例却无到15%，所以安南病院率先全国成立国内第一个忧郁症中心，结合中西医多元的治疗方式提供服务。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副院长苏冠斌表示，虽然台湾民众对忧郁症的认识比以往更加进步，不过根据健保资料库的统计，台湾新型症的患者就医的比例却无到15%，而且就医了后一半的比例就无个再回诊，这甲传统的治疗只注重药物是无够的。因此，安南病院忧郁症中心以实证的医学角度，整合中西医。心理治疗，甚至是瑜伽正念、甲营养疗法等，对预防的角度，要来改善全民的身心健康。整合的治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身心灵疗法，但是不见得都有经过所谓的科学临床试验的实证，所以我们呢推动的主要都还是要架构在所谓的研究下面的实证。那这包括营养治疗。那我们台湾，我们的团队在营养治疗在全世界是很知名的这个团队。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经颅磁刺激所谓的物理治疗上面哈，也有很多的很好的研究的成果。那这些已经都被世界所认可。那另外包括像心理治疗啦、瑜伽治疗啦、正念冥想治疗，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整合性的治疗，都是我们中心这个在推动的。上好的启用医师，包括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洪明奇、中国医药医学院的院长蔡崇豪，甲台南市卫生局长徐以林拢到场出席。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委托中国医药大学经营的校长洪明奇表示，希望台湾第一个忧郁症中心正式上路以后，会用提升医疗的品质以外，未来安南病院嘛希望朝向台南的第三间医学中心来迈进。台南新闻林根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6日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秦美泉，咱再会。